电视慈悲爱众生。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众生每一份爱，每一天，世间万物永恒，一切无常难预料，世间无不散的宴席，终有一天会离去。人生多变，无另外以指观为例，指是技巧方法，观是智慧，两者合一，同等重要。所有的修法都必须这样，才能克服执有或空之边界。六，不执有或空，即是中观，也是空性与明性之结合。一般来说，显教较重空性与慈悲，而密宗则重空性与智慧之结合。八，由于空性慈悲之化现，自是自然无限的，但就实际上而论，只有方法而无智慧，则无有实质帮助。或只有智慧而无善巧方法，也是很危险的事，易落入错误的见解。九，龙树菩萨说，执常或有，就如畜生一样愚昧。因宇宙万物本是因缘假合，生生灭灭，但执空或无，否定一切，则更愚痴。十，空有其实是互为相符的，因此为了圆满一切，一定要在善巧慈悲的基础上发展应用智慧，这是金刚乘法门的基础，也是究竟真理的基础。佛法讲的是众生人人本来具足的佛智，由于无明业力等，以致无法显现，也导致众生产生不同的根器。十二，关于菩萨勇士。一，很多大菩萨都曾预言，从现在开始的几个世纪中，当侵略斗争的力量弥漫在世上，且无法阻止时，
香巴拉王国，便会将其门打开。而住在里面已开悟的勇士们会出来投入圣战。二，他们将给遇到的人两种选择，自愿由恶转善，或更直接的诉诸武力，强领他们在无痛苦的净土中解脱。三，有一佛法故事说，有一艘船上载着以商人身化现的500菩萨，船上有一强盗准备谋害全船的人，并谋取财物。船长本身亦是位菩萨，看到歹人的邪恶企图，知道若犯了此罪，将堕地狱受苦折磨好几劫。四，出于怜悯心，船长把歹人杀了，情愿自己去地狱受苦，也不愿歹人犯下大恶，而受无间业报。被杀的痛苦，显然要比去地狱受的苦小得多了。船长的慈悲心是光明无私的，他的发心动机亦如是。我们所能清楚的是自己的心，不管我们是军人、抗议者、决策者或有关的见证者，我们信奉佛法应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。我们祈求不论有何功德，均能为之带来真正的和平。佛陀曾教诲我们，无始劫来所有众生都曾是我们父母，曾对我们慈爱眷顾，现在他们沦落为贪欲、嗔恚、无明等心毒所操纵控制，并且受很大的苦。我们的悲心能让我们舍掉其中任何一位众生吗？就像阳光能舍掉任何一位在它温煦照射下的众生吗？七，无论现在或于未来际的轮回中，当我们渴求和平时，不可否认的，我们每一个人为了防止更大的伤害，都有可能面对必须使用武力干涉的时候。一，愿我们现在所受的心灵训练能助消尽我们烦恼妄想的心毒。
愿我们能以自然流露的慈悲心，带给牺牲者与侵略者二者无分的究竟解脱。南传大师法语精选：一、涅槃一词，是用于特指佛陀、辟支佛和阿罗汉弟子，所有那些已经从他们心中除灭烦恼或有和生的种子者。二、无论是人类、低于人类或是高于人类，在他们自己的心里有生和有的种子，他们都继续着生死的系列，而他们的世事就不能称为涅槃。三、那些心意净化的人是完全不执着于身体，他们再以没有什么留恋的欲望或执着于任何事物或任何人了。四、这样的离别是真正的告别诸蕴，没有恐惧或不安，没有到别处去的希望，没有在感受善或恶果的思想。从痛苦中解脱的人，必定能够面对发生于他身上任何程度的苦圣地。五、在强烈痛苦或面临难题挑战时，尊者阿伽曼会用一切念住和智慧的力量来处理这个情况。不论是生病期间或是面对潜藏着烦恼的猛烈反击，念住和智慧都会被派上用场，有力的日夜运作着，以打开思索。六、答案于是揭晓，道上的障碍再度被清除了。这就是他个人经验，从开始修习到最后果证。尊者阿伽曼，他教导对抗疾病所产生的痛苦的技巧，警告他们不要全然依赖医药治疗，这就是透过这些痛苦的思维来明白自然现象的技巧。所以，他说这些痛苦是圣地的显现，不论是身或心的痛苦，他们给我们作为思维之用。八、从过去的经验，每当身体的痛苦胁迫地自行加诸于内心时，他从未忽视它，反而
从这些身体的痛苦之中吸取教训，并强化他的念住和智慧。九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必须动用所有的资源，利用全部的力量。这同时也是一种用来测度当时念住和智慧能力的考验。用这个方法，任何缺陷都可以改正，以备迟早要来的一场真正决定性的战争。十，当念住和智慧充分地开发出来，修行人对苦胜地不会有任何恐惧不安。把所有痛苦的显现归结到三个普遍的特性：无常、苦、无我，所以也就不会被这些自然现象的显现所影响。十一，身体分离的时刻是痛苦威胁的力量达到极点的时候，只有充分开发念住和智慧，才能反抗它。有鉴于这个伟大的利益，所以痛苦的思维永远被推荐着。十二，任何人如果害怕因为精进而死亡，他就必须再回来重复无数次的死亡。而任何不怕死的人，将能够减少他的死亡次数，或除去所有的死亡。包括生和有，这样的人注定达到不还果。十三，寻求外在事物的渴望和愚痴，那会引起痛苦。一个人渴望尽所能地抓住每一件事物，后来只有被他毁了。所有的事物不是实体，不过是影子而已。十四，只有透过自制和节制，一个人才能克制心意泛滥的河流，在无助的漂泊中得以守护他自己。念住是被开发来控制精进的每一瞬间和每一个动作，在精进的时刻里，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念住。十六，没有念住就不适合称之为精进。例如精行或静坐，没有念住的控制，就像机器人一样，就不能称为正精进了。十七，如果
仅只让自己的心意停留在疾病或痛苦上，你就不能体认身体的性质、感觉、心意的情况和现象。用这个方法，你将不能体认任何事。18。至于智慧，是用在当需要思维的时候。智慧必须作为所有观察思维努力的基础。这就是苦灭之道。19。透过智慧的开发，心意已经离开了两个极端，而行走在其间的中道，体悟了他们不过是步行的时机而已。因此，完全地不执着于他们。20。从经验中，当念住和智慧变得更微妙的开展时，就认知了更深的法义，而烦恼也相对地变得更为细而不可捉摸，更加狡猾地产生自我迷惑，藏匿的更深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。20多年来，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，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，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，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。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，让大众接触佛法，明白因果业报观念，才能断恶修善，改善命运。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，学习佛法，才能离苦得乐。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。为了护持佛法永续，利益更多众生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，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，润泽群生。护持邮局划拨账号：50444468，50444468，户名：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。地址：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：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传真：03989-8787，03989-8787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暨佛学讲座，日期：5月25日星期六上午9点。八关斋戒护身记蒙山施食法会，恭请湛山法师、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主法。下午2点，佛学讲座《阿弥陀佛48大愿》，主讲湛江法师。地点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。洽询电话：07-221-2323，07-221-2323，07-282-0278。07-282-0278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义，共沐福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法会直播。
请搜寻脸书佛教众善书坊。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梁皇宝忏法会，恭请湛山法师、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主法，日期7月27日星期六至7月28日星期日，8月3日星期六至8月4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礼拜梁皇宝忏，8月4日下午2点普施甘露法时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-221-2323，07-221-2323，07-282-0278，07-282-0278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义，共沐福恩。法会设有普施干粮及白米煮，请提早来电洽询登记。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。佛陀教法智慧小故事。佛陀曾在《法句经》卷三开示道：“世间什么苦最难忍啊？”佛陀对四位比丘说：“九年以前，有一位名为精进力的比丘，具足五种神通。每当他在山中树下独自修行时，总有鸽子、乌鸦、毒蛇和鹿围绕身旁。一日，比丘坐在树下打坐中，听到鸟叫声，缓缓开眼，比丘看到一只乌鸦与鸽子在对话中。乌鸦说：‘我认为饥渴最苦，饥渴时身体虚弱，眼看不清，且神志不宁，易掉入猎人陷阱身亡。我们有很多同伴就是因此而丧失性命。’鸽子说：‘隐喻最苦，因为色欲炽盛时，内心失去理智，行为没有顾忌，危险就接踵而来，连性命也会不保。’接着毒蛇和鹿走过来，也在谈话说：‘毒蛇认为嗔恚最苦，当毒害他人的心念一起，不分亲疏远近都会遭到危险，这种毒意不仅能杀害别人，也会伤害自己。’鹿则表示：‘惊呼最苦，我在山林旷野间游走时，心中所怀有恐惧，害怕被猎人或豺狼捕捉，只要听闻一点声响，就会惊慌地奔逃，即使是母子亲眷也无暇相顾，所以我认为惊呼是最苦的事。’比丘听到鸟兽们的对话，便开口和他们说话，四只动物集聚到比丘的面前仔细聆听。比丘告诉他们：‘你们说的是知微末节，没有探究到苦的根源。天底下最苦之事，莫过于拥有这个色身，因为有色身而产生无量的忧愁与畏惧。所以我舍弃世间一切，出家修行，就是要斩断痛苦的根源，达到涅槃的境界。涅槃即是心念寂灭，没有形相，不受色身的束缚，这才是最大的安乐。’四只鸟兽听了比丘的解说后，个个点头称是，便心开意解，感到十分欢喜。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人人有身皆苦，出家修行体悟苦空无我境界，方为断苦之根本。